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无论你嚟自世界边一个角落都好啊，我哋都欢迎你收睇呢一场准决赛嘅直播。嗱，而家咧两队即将会争入决赛啦，大家嘅情绪咧亦都系越嚟越高涨啦。老实讲啦，如果你身边有边一个系觉得唔兴奋嘅话咧，我相信佢唔中意足球咯。喺咁样嘅球场比赛，气氛系唔同晒噶。喂，啱啱转台过嚟睇我哋嘅观众，嗱，唔使担心啊，你哋冇 miss 入射门啊！入波啊！真系够晒冷静，攞得好准啊！哇！呢球，如果你俾两个龙门啊，都未必能够救得到啊！何况得一个。今场波出现第一个突破啦！睇嚟啊，教练咧就系做足功课，准备得几好啊！靓波，巴黎将个波分去边啊？射到啦！呢只鸡系咪吹越位嘅咧？啊，睇嚟冇错啦！个波传向左翼，加里夫巴利，新尼迪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解围做得唔错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马高阿申斯奥，马高阿申斯奥，利云道夫斯基直射啦，得手啦。入波好似食生菜咁，又入啊！你话一个打一个真系冇乜人赢到佢噶，喺呢一度亦都唔例外啊！嗱，单对单对住龙门，最紧要就系冷静啦。龙门系想挡佢噶，挡唔到啊！皇家马德里又稳阵咗多少啦？领先2-0啊！领先1-0，你可以话冇乜优势啦。不过嚟到2-0啦噃，咁就好稳阵。喺左边啊，全力冲刺。身形接埋门嗰下啦，冇问题。呢一个距离点会射失啊？哇！呢个波啲功劳全部都系佢噶咯，走位又靓，踢得又靓。呢场波真系越嚟越好睇啊！第一个入波咧，对于比赛形势啊，有好大嘅影响嘅。呢一球就系好例子啦。喂，把握机会啊！救得好，冇得弹嗰只啊！呢个波简直即系唔系讲技术去点救啊，完全系讲本能反应嘅啫。罗伯利云道夫斯基埋门，救得好啊！真系唔嘢少啊！哇，救得一流啊！呢个波。反应够快才可以做到啊！解围成功，有机会打反击啦！睇你呢下啦，算系唔错嘅尝试啊吓！但系上半场咧就完啦。喂，上半场好睇，两队啊加埋入咗3球，而家相差1球。嗱，半场啊2-1啦，不过边队赢咧都唔敢估嘅，睇边队入到下一球啦。皇家马德里半场领先2-1，下半场开波，皇家马德里在下半场执咗个阵噃，看看有冇效果。维道传个波入嚟，呢个波结果冇用，解围踢翻出嚟，试下扼埋去啦。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呢？相信大家都估到噶啦，系时候换人噶啦。
Henderson 入嚟啊，梗係想改善下啲比波啦，睇下佢哋可唔可以有多啲倒肉嘅進攻啦。埋去射佢，佢自己都心知噶啦，呢球波啊麻麻地。呢球波其實佢射得唔錯噶啦，下次啊。呢、這个直线靓啊！出界大外球啊！横传起到脚啦，入波啦！佢哋又上翻嚟啦！呢一场波够晒刺激啊！对强队咧，难免系要冒下险噶啦。呢场波应该好有睇头啊！罗伯利云独准备要射啦，入球出现，系攞到领先嘅一球。咁样同邀请佢去起脚咧系冇分别嘅。嗱，呢个比波咧睇落就易啦，但其实要好有足球智慧先至入到嘅，一啲都唔简单。加马德里在这一场比赛领先紧啦，啊，几有心思，不过实行唔好都冇用啦。维道，好波！嗱喺呢个时候咧，压多啲人上去咧都啱嘅，因为尝试咧想追平啊嘛，后卫都要冒险啦。呢个拦截真系靓啊！睇下佢哋谂唔谂到解决方法啦吓，时间系咪要起脚咧？好波！乜嘢好得过入一球呢？答案就系入两球啦，当然。嗱，头先个比波如果迟少少咧，就会越位噶啦，而家就啱啱好timing。利物浦而家有后备球员入体，嗱要赞咧，佢意志力应该几好嘅，不过咧有心无力啦，教练换佢落嚟都啱噶啦。皇家马德里领先两球，时间无多，睇嚟场波分咗胜负噶啦。哇！呢球波致命咯，有咩？最后嘅鸡声响起，皇家马德里喺主场赢波，虽然第二回合要再。